今日咧好高興咧，嚟到呢度咧係參與熊貓中心啦，搞嘅一個即係歡送安安可可到香港嘅一個歡送儀式啦。咁亦都聽日咧，兩隻熊貓咧就會坐飛機去到香港。咁亦都展開咗去嚟到香港嘅生活啦。咁我哋做好準備功夫，海洋公園亦都做咗好多準備嘅功夫，去之前嘅準備，喺個場館即係去到喺海洋公園裏面嘅設施嘅準備啦，等等咧，其實已經做好準備功夫咧去迎接佢哋。咁我哋大家都一齊期望啦，希望可以等佢過咗個檢疫期，亦都適應咗個環境咧，我哋就會盡快咧安排兩隻新嘅大熊貓咧，同香港嘅市民見面。咁亦都希望佢嚟到嘅時候，能夠更加加強到，即係第一令到我哋香港人咧更加感受到中央對我哋嘅關愛啦，亦都加強到即係佢哋即係瞭解即係一個大熊貓保育嘅工作咯。咁亦都希望即係社會各界唔同嘅人，亦都可以去考慮一下點樣利用即係熊貓到嚟帶嚟一啲新嘅商機咧，一齊去推動我哋經濟嘅發展。